包子，你那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。我腰有一斤疼，这个搞腰。不是你确定你贴对了吗？你不用我帮你贴。没有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不是你这脑子，你啥时候自己办成过事儿了？哎呦我的妈！起床，我累了。你干嘛？你去做饭。外面不是有吃的呢吗？你把咱们带给人家的蜂蜜都偷吃光了，你不害羞？你现在害羞什么？快去，知道怎么说吗？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不是媳妇儿，你倒是多说两句啊！人我爸到现在还以为我娶了个哑巴。媳妇儿，你在干嘛呢？洗衣服。不是包子，这么大个洗衣机不用，你用手洗。我把它弄坏了。嗯不是你脑子有病吗媳妇儿？你干啥呢？你为啥呀？他把活儿都干了，我干啥？那你也不能我这么错，也是为你好。不是你怎么就为我好了？你憋坏了呗媳妇儿。你该休他了。哎，对呀、啊、媳妇儿。哎呦我的妈！家里这娘们在床上躺得好好的，非要跟我说门框脏了。媳妇儿，你说你是不是吃不好了撑的？你上去洗那玩意儿干嘛？你不洗，我自己洗。那你自己洗呗，我们上就好了。你说你有这身手，你咋不去动物园里当动物呢？哎，动手是吧？给你送到猴山里边当猴王。包子，赚到啥你就得干啥，不许耍赖啊！开始。怎么赚这么快啊，媳妇儿？嘿嘿，包子，你说你想要哪个呀？拖地、做饭、扔垃圾、洗衣服、洗碗，可都是好活儿。哎呦呦，赚到躺着了，媳妇儿。不想在家躺。那可不行。已经躺了半天了。你运气不好，我有啥办法？我洗碗。那不行，那你得赚着了你才能去耍赖啊。今天大年初七是人节，要在家里摊煎饼，包子摊了好几张煎饼，快去给爸爸送过去。爸爸都饿坏了。爸爸，这煎饼这是我自己做的煎饼。爸，你别听他胡说啊，我们就在门口超市买的手抓饼。包子天天在家里待着是不是可无聊了？无聊，我无聊，我才不无聊。是不是在家憋坏了呀？这是干嘛？我在家里想躺多久就躺多久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看什么电影就看什么电影。你还不用上班，这个心情可得太烦了。那个啥媳妇儿，你少吃一点，你看你都掉出来了还往嘴里塞。说好了过个年一块变胖了，到时候一上称就你重了，你好意思吗？给大家看我们家这小老外怎么吃鸡爪的。媳妇儿，你吃就吃吧，你剪指甲干嘛呀？这指甲太脏了，不剪怎么吃？你吃的是肉，你怕什么呀？哎呀，你看你看，溅到菜里了都。行了媳妇儿，少出点洋相，你看不到你都抖到盘子里了吗？嗯。媳妇儿，你不觉得这玩意儿剪完更恶心吗？摸啥穿啥大挑战开始。停。开始。停。Let's go。 开始。停，开始，停，五分钟后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哎，媳妇儿，你这事儿还可以啊。不是，包子，你把帽子摘了，怎么还作弊呢？给大家看一下，一个人可以傻到什么程度。来，媳妇儿，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你买的啥？笑什么笑？我给咱们家带来了财富，你看看。我看你这两天脑子又不正常了。有什么呀？空的吧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你买的这是什么呀？我真的是无语了。我看见有人拿出来钱。你是不是傻呀媳妇儿？你还有一个啥？不是你买个猪干嘛呀？哎你干嘛呢？哎哎哎媳妇儿，哎我的姑奶奶哟。包子你干嘛？不然呢？我看你的脑子才是假的。包子你看我给你捏的小心心，还有给你捏的电耗子，哭着喊着要买人家太空泥。你给大家看看你给我捏了个啥。你好意思笑？你跟我说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球球。球球那它能干嘛呀？不是媳妇儿，你就这智力水平，你爸怎么放心让你嫁过来的？